该怎么说，不就是一些彷徨无奈，却好像生病一样。该怎么办，在黄昏时候觉得伤感，太阳还会不会出来。明天的事也许能明天再烦，那十二点前的今天还要过完。哦，能不能有时候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偷懒，不想做的也许只是害怕自己做不起来。会不会有一天变成自己讨厌的王八蛋，连自己的脸都认不出来。该怎么说，不就是一些呜呼哀哉，却好像快要死掉。该怎么办，在午夜时分哭了起来，亲爱的你会不会来。未来的事也许还没有打算，无论如何到了明天也许就会好转。哦，能不能有时候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偷懒，不想做的也许只是害怕自己做不起来。会不会有一天变成自己讨厌的王八蛋，连自己的脸都认不出来。